赤裸，现时开心怎样过，竭力娱乐埋手工作，仍为快乐未怕忙。今次好開心可以找到天佑做呢個 MV 嘅導演，今日都有啲緊張嘅，因為呢個 MV 都有啲挑戰。譬如我哋頭先拍啲咪嘴，但係會將首歌放到好快，因為其實想拍一個 slow motion 嘅形式。咁然後即係呢度而家就 set up 緊一個彈床啦。咁就好似係我即係好自由咁樣喺個空中度唱呢首歌咯，咁我都好期待呢個成果會係點。呢首歌其實寫嘅時候，故意地唔想佢有太多情感，即係唔想太唔開心或者太開心嘅。但係 MV 上面演繹或者唱歌上面都係，其實都係要演一啲戲出嚟，咁就要喺嗰度即係到底係點樣發揮咧？咁頭先即係呢度係難度咯，希望做到天佑嘅要求。空間比較多，未來的長輩未知。令每件